在你们这些名门大派的弟子们眼中，所谓江湖，包括像我这种人吗？小的一没身份，二没钱。您要是看上我这把铲子，嘿嘿，20贯钱卖给您。嘿，挖土，我可是专业的。这宝贝可值大钱喽！小的就等这一刻呢。咫尺风云，斩风穿绝。斩风穿绝，没错。斩风穿绝，这衣裳可不兴弄一身土啊！刀剑无眼，乔气领命。斩风穿绝。找小的帮忙，嘿，你可真有眼光。